鸭嘴兽先生，你好。你是谁？钱呢？钱？我还要问你呢，是不是你把我的钱偷走了？快还给我！钱呢？ 最后一遍，钱呢？你先告诉我你是谁。我只是路过，不要在乎我是谁。你是不是电影里说的那种职业杀手？什么意思？我最崇拜你这样的人，《教父》电影我看了几十遍，里面全是真男人。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你们这样的人，可我从小到大。 都被人欺负，我就是胆子小。胆子小，你还抢钱？我女朋友整容，整容整失败了。她说她的脸，她的脸，我要带她去韩国重新整容，我们就要结婚了。但是你不能抢流苏的钱。我妈一心等我结婚抱孙子，我不能对不起我妈。 我妈为了我吃了太多苦了，我不能不结婚。嘘，真孝顺啊，大孝子。